整天是活动的那种了，活动的这一天，然后我们打上车去吃早饭的路上。天津话煎饼果子叫什么？煎饼果子啊？是吗？你说的不对。不对，那怎么说，师傅？就是煎饼果子。煎饼果子。哦，吃饭全靠推荐。啊，煎饼果子，人家要我防着你好吗？我鞋上起皮豆浆没喝过。哦，我知道了，起皮豆浆就是上面有那个，哦，对对对，奶皮子似的那个的。乐乐王二号订单已被自动接单，请您及时备餐。我先去换一件吧。这个一半，我感觉这个不是直接的白面，它是什么面呀？是这种的。这个酱还挺好吃的。吃完早餐之后呢，要去耳根。啊，咋了？他的这个店是在哪儿呀？什么？会展中心。会展中心？对。嗯，在清河区，西清区。那一直记成清河，西清区。哦，这个很近耶，近近。我们到了地方了。然后那个应该是我们的舞台，然后我戴上我的袍子了，待会儿穿上之后呢，就回家。大家出门也一定要戴好口罩啊，去人多的地方，尤其是不能摘下口罩，然后全部消毒。哇，这个场地好大呀，这块。已经换着衣服了，然后我戴的这个腰带呢，是我另一个裙子的腰带，我觉得方便，我就戴过来。然后腿着的时候也拧一下加臂上去，然后等到你腿着滚轴。我们正在参加这个活动，扫码抽奖惊喜好礼，在现场参加一下。我也不知道咋样，瞎拍的。再来一个，昨天。我们现场会是一个品鉴会，所以他们已经在准备上了。我超级喜欢这个铜锅，还有蘸料，韭菜花椒，香菜。非常高兴与每一位到场的来宾朋友相聚在今天的典礼现场，热烈庆祝草原珍宝锡林郭勒阳带着辽阔草原的诗情画意和草原儿女的深情厚谊走进金门。3、2、1，启动。那同时呢，锡林郭勒阳区域供应品牌携手鄂尔根亮相美丽天津。什么呀？羊肉串串。哦，好的，谢谢。不客气。辣吗？不辣，好吃。香菜。奶豆。香菜。都不吃。奶豆。好嫩呀。尝。这个也太尝了。自制的酸奶，然后上面有蜂蜜。来三壶。看这个。我们在二楼。看。超级棒，这个位置。很舒
舒服又好看又可以拍照，哇，太棒了！咬咬，哎，不行，别张嘴了，快！哎，动了动了。嗯，为什么没事扒了再干？啊？快杀肉！哎呀，真好满足，这口。Nice。嗯。